考车贴士036，私家车二号线考试分析粤语版，由大桥口上山至返回考场。其中贴士是任何车辆在考车同平时揸车都啱用。澳门麦沟打咗指挥灯，在路口减速或停车，小心右前方有冇车辆驶出。右前方冇来车时，立刻进入左线直行。前方如有巴士上落客，应保持车距，提前减速慢行或停车，等待巴士离开才行。上斜路时，根据前方交通状况转换低档慢行，必要时可停车，自动波要减速慢行。转弯不能压左黄实线，车头不能过中线，考牌官说慢车时控制油门离合器做慢车，做慢车时不能踏脚刹，自动波减速慢车。考牌官再说泊埋一边时，把车向前泊在路边，不要压左黄实线，拉手刹入空档，可休息镇定一会再蹬车。待考牌官说蹬车时，控制油门离合器放手刹做蹬车，切记不能留后超过一米距离，正常有三次机会做蹬车。如果蹬车成功，考牌官会指示可前行，打右指挥灯，小心后方有冇车辆驶近，冇来车时可加油向前行，自动波不用蹬车。前方有货车慢驶靠左，考牌官说照行时，即打右指挥灯，小心后方车辆与前车保持距离，骑压中线而上，转打左指挥灯，待安全距离驶回原线直行。前方有车辆靠左停泊，即打右指挥灯，小心后方车辆与前车保持距离，骑压中线而上，转打左指挥灯，待安全距离驶回原线直行。小心减速慢行越过减速线。
记住，私家车是一档起步，二、三档慢行，四档快行，危险时任何档位都可立刻停车。记住，私家车是一档起步，二、三档慢行，四档快行，危险时任何档位都可立刻停车。小心减速慢行越过减速线。注意：一、前面斜坡冇车时，可三档直上直落；二、前面如有车辆慢行时，要减速慢行，提前转换二档或一档。小心减速慢行越过减速线。考牌官通常会在这段路考急刹车，考牌官说刹车时要立即用力急踏脚刹，就算死火也不会当作缺点错误。记住，踏离合器一定要迟于踏脚刹，否则车辆会失速增加危险。自动波急刹时用力踏脚刹。落斜转弯要适时转档，利用低档拖波减速，不要长时间踏脚刹来减速。打咗指挥灯。Stop， 路口必须停车三秒。右前方没来车时，进入左线直行，立刻打右指挥灯；右后方没来车时，立刻转入右线直行，继续保持打右指挥灯。小心右后方没来车时，在虚线位置转入中线直行。前面绿灯冇车可快速直行，此时黄灯光转可直出，否则急刹车会危险，会令紧随嘅后车撞车尾。打右指挥灯，与前车拉开距离。打左指挥灯。小心斑马线有冇路人。打咗指挥灯，转入左线直行。
打咗指挥灯，减速转弯，小心斑马线有冇路人。小心斑马线有冇路人。打右指挥灯，小心斑马线有冇路人。打左指挥灯，减速转弯，打左指挥灯，入场转左，到后泊 L 位，考车贴士036，私家车二号线考试分析粤语版。由大桥口上山至返回考场，其中贴士是任何车辆在考车同平时揸车都啱用。澳门麦沟。